他被狂风，他死了。要去这里。他这句话什么意思啊？啊？阴逼哥还在打韩服，什么意思啊？嗯？我不能打吗？你为什么还敢出来？他没闪。哥，我是不能打吗？我去上个厕所，兄弟。不是，你没闪是吧？走。不知道这阿木妈呀，刚才突然跟我说阴逼哥怎么啊？不是，别人有叫阴逼哥，什么毒阴逼怎么还在打韩服？那你跑什么？我也不知道这什么情况。我不知道他在表达什么，你们知道吗？他说这个意义的在哪？这样好吗？烧了！妈呀！来了来了来了！我的人头，哎，你能不能给我人头啊，大哥？妈呀，这个 ADC 只会 K 头，你是上把的泽利吗？那你吃吧。我来了。哎，我闪，闪现十秒，哦，还没好。那一次啊，他闪现还没好的。说实话，你这个鱼人有点装。啊啊！哇，吓死我了，这不完美勾引。他没想，他没想。这个人会不会和飞流斯呢？我看一下。开果子，果子哥，果子哥没果子。果子哥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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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果子哥。哎，鱼人，等一下，等一下。就这样，就这样，不。哇，这个阿木木是疯了，我操！笑死我了，他这样玩呀、啊！我的天，算了，我贴近了吧。我不想给他这个炮声。他没闪，他死了。拜拜。这里快点，AD 没闪，可惜了，感觉用中压躲那个泰坦勾二好一点。哦，哎，那里有那个鱼，那里有鱼，你好像死了，大哥，没有吗？哎，我觉得跑吗？我觉得在塔下毁一下他肯定会死，他还在这里，对，他不能在塔下，他肯定会从后面过来，有机会救他这个。
我走了，拜拜。哎，不是，哎，不是，不是，兄弟们，我是什么？你们在踢足球吗？那个辅助没抢，这个鱼有点好吃哦，有机会你们也吃一场试试看。你别来我这里。哎呀，这个 ADC 真的是疯了！妈呀，你吃了个那个泰坦大招，还想跟我一起吃？没那么好打，好打点，这样不是好打吗？过来呀！他韧性怎么那么高啊？我来了 ，AD 我闪，我有秒表，我有中药，我可以卖兄弟们。好吃吗？三二一，滚！我说滚你就滚好吗？你就听我说话啊，听我的就行，叫你滚就滚。我要开团，给我看一下。他没狂风，他死了。要吃这个鱼。我有那个鱼。他为什么还刚回来呀？哎，小心！哎，没狂风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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妈呀，这蒙多！我操，跑得贼快！哎，你那个下来吧，那个下来吧，哥。算了，不管了。哥们，有大龙 buff 的人赶紧送个大龙 buff 吧。格温中药，哇哦，回家踢出来吧，格温应该回家踢出来。就是这个炮台。哎，这里啊，哦是，哦，笑死我了。什么今天的法强比去年一年加起来都高，你真的别鸡巴尬黑，妈呀，我